我是一天五百，不是一餐五百，一天五百还可以吧？一天五百、哦，我算一下，我算一下，一天五百，那我这样30天是多少钱？啊，我一个月花15000块花在吃的上面哦，怎么那么贵啊？我要绝食了！都开始使用过度，哇，这个真的很可怕哎、欸！大家真的好要好好保养。好险，我们实况组就发懒就好了。我看他们的都超级认真的，就每个人都觉得对于观众的承诺就都要做到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干这有什么好做到的？就是干累了就休息啊，又没关系。反观不是，我是要走得长远啊，我是为了我们可以走得长远着想啊，你懂不懂？用心良苦哎、欸。我就是也是很怕我这个身体状况，如果你看我这样使用过度也是很不好的啊。但他们一下就把你以为我跟他们一样的使用方式我就可以百万吗？你以为啊？不要做梦了吧，我都没在做梦了，你们也别做这种梦吧。这就跟投胎有关的，我们就是生错的地方。你看一下台湾哪有百万的实况组。这个就是投胎错误啊。小梅刚讨论完拍一周氪金的企划。我吃的还好，不一定要看。吃的一天大概花400-500块是算正常的吗？三餐。不是，因为外送很贵啊，外送叫一次就要200-300块、欸。然后我外送叫一次的时候就是叫两餐。然后早餐可能会去家里附近吃，然后可能就吃100多块，加起来大概400-500块，所以不要叫外送啊，不行啊，不想出门啊，自己嗨我，为什么我连出门都懒了？你觉得嘞？我连踏出家门都懒，你们觉得我会想要在家里做菜吗？500元，哎，我是一天五百，不是一餐五百，一天五百还可以吧？一天五百。我算一下，一天五百，那我这样30天是多少钱？啊，我一个月花15000块花在吃的上面哦，怎么那么贵啊？我要绝食了！我今天没有啦，我今天就有走出去买，因为我今天就是有顺便去拿包裹，所以我今天就有走出去买。我今天大概花了，我今天吃的大概花100多而已，500还不是常态。基本上我只要有开台，就会是前几天那种叫外送的状况。不行嘞、欸，这个15000，我干脆拿来氪金。如果我可以压在10000以内，我把钱拿来氪金，我一天只能花300块，好像是哎、欸，好像真的得走出去买哎、欸，叫外送好像真的有一点盘哎、欸，想想看，如果有麦当劳随便叫，如果你有走出去买的话，就顶多200出头，然后但是一叫外送200出头的东西就会瞬间变300块，哦，好好好，我想到了，我下周的计划，我一周不依靠外送的生活。哦，干，好痛苦，好痛苦啊！聊天室是鬼吧？我想要去 Costco， 现在得去，真的。你知道我们家的那个 Costco 的卫生纸已经没了，你知道我现在是怎么做吗？我偷办公室的卫生纸回家，因为我懒得去买。我偷办公室的卫生纸回家用，更搞笑。不要是卫生纸，我买的啊，当然是我买的、啊。废话，只是我办公室买的比较多，我就偷拿回家用啊。白痴哦、喔，怎么算都是我买的，好不好？我只是先借用一下办公室会用的分量而已。他妈的！到时候有人看到吗？没有啊，我直接说这一袋我要带回家这样。我说这一袋我可以带回家吗？啊，因为我们办公室也没有人敢对我说不，所以他们就说好。不是哦，我们去 Costco 就很麻烦哦，就没有车，然后如果要买很多东西的话要用搬的。啊，有一些检车司机又很怕、欸，又很凶。平均观看影片还有63%的人没按订阅，有订阅的人会收到欧洲公主的祝福，手游抽卡都十抽毕业，赶快订阅吧！我最近也觉得，我最近感触，我又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没有素养的人。
因为就是我室友，他是一个很会挑电影看，然后而且他都看一些很有深度的。他是那一种像是《天能》这种片，他就是一看就可以看懂，然后但是跟物理无关。他就是对于拍摄啊很有想法，这很有品味的人。然后我就最近就也发现，就其实大家看片子好像都看得蛮有品味的，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女生。然后我就想说，干的我看的都是一些他们每次要我推，然后我就只能推一些很宅然后很臭的。然后我就想要尝试的去看他们推荐我的那一些片，我真的想要真的想要尝试的去看，可是我就觉得哦，干不够油，我就真的看不下去。对，我就是要看那种垃圾片，就是什么英雄片、爽片，很臭的，然后很油的那一种，就是越爽越好，然后越无脑越好。然后我就觉得干，然后每次如果大家就说要我推荐，然后我又说不出来。对，然后我每天都在那边重播国栋的影片啊，就是每次都是只要讲到那种好笑的东西，我才会出声，然后我就觉得干，我到底是多没素养。然后而且就是重点就是每次他们就是讲到一些就是大家基本上都认同是有深度的影片的时候，哦，而且我室友是会去看金马影展的那种，就是每一部金马影展的片他都会去看，就是真的是很深度的去研究。然后但那边我一部兴趣都没有，我就可能去看然后我还睡着。是会去看台湾电影吗？会啊。哎，反正就这样，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没素养的人，算了，我就这样子了。哎、欸，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就是在想说 ，FB 都懒得发照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迷因区有很多我的迷因，我今天就选了这张榜，大家可不可以再多给我几个我的迷因啊？跟我有关的，我就有图可以 po 文了。拜托啦，拜托，不是我 IG 还是会拍嘛，大概一个月拍两次。我有 FB 有啊，我有粉专啦、啊。看看，现在有人不知道我有粉专是不是？有这么夸张的吗？啊，基本上粉专发文除了工商文之外，其他都还是我自己弄的，所以就基本上没有。好夸张，我是不是男的？对啊。我现在就男生经营哦，你感觉不出来吗？会放迷因图也只有男生啊，女生都放那种美照。但我想说算了啦，干美照根本没人要看。是你的没人要看，让大家制造迷因。不会啊。干太哭啊、哦！总之呢，迷因的地方就麻烦大家了。啊，拜托啊，要跟我有关的，拜托拜托。